白菜白菜帮丝片，干豆腐切丝，白菜叶也撕成片，两个鸡蛋打散，加一点点料酒，锅中放油，鸡蛋一倒入锅中，摊成片，煎得老一些，锅中倒入开水，烧开之后转中火，再煮几分钟，下入撕好的白菜帮，大火烧开，再煮几分钟让白菜帮发软，再下入白菜叶，烧开，下入干豆腐丝，烧开再煮五分钟，加盐、鸡精、白胡椒粉，出锅前淋香油即可。